二零一八二三文化日，赵新海到故乡闽南来开幕。主办单位总理府文教基金会今年是特别用闽南老文化对话作为主题，来到全国各地来个学人进行研究讨论。行政院委员也希望有行卡多年透过总理府个文史，了解母腔两个客家文化。闽南同山过去总理府文学作品地位相当重要元素。来自全台师生美学人琼下体总理府经验官，透过莫琼用两位讲师的经验分享，认识闽南同文学的互通关系。音乐含的世界性的共同语言，文学也无脉的安尼国界，所以啊，咱讲，既然总理府的东西啊，有流啊世界去，包括有美国、法国。日本的安尼翻译本，家都全部都攏下来吼，代表讲啊，出个唔要停机，还有几多东西安尼出得努力。这边客家文化非常的凝聚，然后还有这边的自然风景，我也蛮喜欢的，因为它就是在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，对，就这两个是我自己很有兴趣的地方。还有非表示。1915年出世的钟理佛是台湾早期青葱一位本土文学作家，伊对当时的神法流通有相当深的观察，体写初期人物的世界，又做得飞檐沙飞的现实面，安尼客家文学作品值得更多人深入了解。一个文学啊，可以传承啊，我哋也希望一度的我哋后生的唔单止客家人啊，其实所有族群可以了解总理和先生的作品，你了解那个文学，进一步了解客家文学。李佛西路功德沙旗发动中心，也就如去当年总理佛写作的场景，还会表示，像我睇近年代以文学散布土味共生方式。重现钟理佛写作时的场景意象，帮更多人行到现场，感受莫琼用的文化体验。下个新闻整份只公布图。